可叹呐，啊！你说你老一世英名，就毁在日本人手里。更可叹的是，您老为一个破银碗丢了自己性命，值吗？不就一破银碗吗？你早说呀！哎呀，我家有的是，别说银子，金子都有，我给你俩不就完了吗？你，我跟你说，兄，欧班主啊，更可叹的是，你老三也看不见我跟凤姑成亲了，你老爷，哎，师兄，你干嘛？我来扫我老丈人，你凭啥打我？别说，仙女，我是来找你提亲的。我他妈劈了你！师兄，你咋老护着他呢？仙女，我真是……行了，我爹尸骨未寒，你已经祭拜过了，我谢谢你，你可以走了。仙女，我不能走。你想啊，咱爹刚走，我以后你咋办呀？啊，我不放心你，真的。仙女，你嫁给我吧。我去，哎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哎，我不走。仙女，爹，爹，仙女，让他们把放放。哎，送一送，我家有钱，我把钱给你钱，行吗？哎，爹，爹，爹，哎哎，送一送，别闹，别闹，送。中国皇帝用过的东西实在是太精美了。中国杂说的最高荣誉到了我们手里，大合办才是世界第一。而且，这对于即将开始的战争，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兆头。东亚病夫，不堪一击，大日本帝国必胜。我要让中国人知道，我们大和民族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从意志上彻底的击垮他们，让他们心甘情愿的屈服于我大日本帝国。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果。下一个目标是华永班。班主放心，今晚就让他们消失。要做到不露痕迹，毕竟战争还没有开始，要让他们自然消亡。明白。还有龙战海，这个人一直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。再一次从你的手心溜走，这一点我很不满意。只要他还在保定，下一次我一定把他的人都提回来。希望你说的不是空话。大家伙都先回去歇着吧。啊，都回去歇着吧。今天晚上我和凤姑在这守灵。走吧。大师兄，你也回去吧。没事，我陪你。我想跟我爹单独待会儿。好。爹，从小凤姑就没了娘，你一手把我带大。
大师兄，不是说了让你先去休息，你咋又来了？是我龙章邯。龙章邯，我替我爹报仇！住手！方姑，你听我说。跟阎王出去吧！你别不识好歹啊！我是来祭奠你爹的。我爹不用你祭奠。 别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啊！我亲眼看见你杀死我爹的，你爹不是我杀的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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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师姐，给我放下！别动！龙湛，你的奶奶的不是个爷们，欺负个女人，有种跟老子单挑！仙人铺让鬼子给灭门了，我没这闲工夫，我是来送信的。师姐，你说啥？ 平安无恙，小心火烛。小心火烛，平安无事喽。你说的都是当真的？我大老远跑来骗你们干嘛？你别扯淡了，全村大活人都被黄岩给收走了。没错，那日本人也是长胳膊长腿的。 跟我们一样都是练杂耍的，怎么变成阎罗王了？对，你别听他胡扯的，黄岩收人，我还撒豆成兵呢。你咋还不相信呢？我龙湛海再不是个东西，我能拿全村老少的性命忽悠你们吗？你敢对天发誓吗？我对天发誓。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口舌生疮，牛顶驴踹，天打五雷轰。甭信他了，我告诉你，龙湛海，别跑到这里来矢口。就是，别在我们这儿诅咒发誓了。 你害死我师父，可是我们大伙亲眼看见的。对，对，事儿我已经说了，你们爱心不信。你别走，别追了。师父的丧事重要，他怎么欺负我的？你们都看见了，就这么算了吗？刚才不是他说他来送信吗？让他说糊涂了。这样。 明天一早，咱就起灵。我们先把师傅送回去再说。龙湛海说的是真是假，咱们回到铺子，一看就知道。你先消消气，啊！大家伙先回去，赶紧收拾东西。去吧，走吧。
师叔。师叔，师姐，听我的，二娘看住他。龙战海，老子饶不了你。这肯定是那王永春指使的。这王永春也太他娘的狠了。龙战海，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。师姐，师姐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贼头。果然是你们这帮王八蛋。混蛋！想跑？鬼！属下无能，请班主原谅。村野君，你要知道，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的暴露将影响天使计划的实施。是，如果不是那个龙战海，龙战海，华勇班，你完全可以将他们一并消灭。只是他确实技高一筹。哦，我身边最强的勇士村野君，你居然也有向别人低头认输的时候。翠莹不认输，大河班必胜。盯住华勇班，随时注意龙战海的出现。嘿，班主，您刚才说战争很快要爆发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在战争爆发之前一定要减少外出，收敛我们的行为。嘿，咱们的银碗给赢回来。放这儿。
也没有用了。幸好那几间屋子没被点着。师兄，你说这真是龙战海干的吗？那还有跑？昨天来干什么来了？明摆着挑事儿呗。他说他来报信儿啊。你说，咱们仙人铺真被鬼子灭了吗？胡扯！那玩意儿除了鬼谷子，连那吕祖都不会玩。可我瞧他挺着急的，不像说的假话。你呀，就是心眼太善了，谁的话都信。师兄，我总觉得龙战海不像那样的人。你说，他们咏春班是跟咱们不和，但是也不至于杀人放火呀。咱们师傅咋死的？你瞅见了吧？反正我是瞅得真真的，是他龙振海捅死的。要跟咱没仇，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哎，铁头，铁头，你这是？这，你爷爷？我爷爷死了。老板，打点茶。刀，切菜还是剔骨啊？砍头的。不是我不想收你，你看我们这花用班也快散了，来，拿着，找个安生的地儿吧。啊，铁头，铁头，铁头，咋的了？你爷爷没了，你想加入我们华勇班？行，咱们都是同命相连的人。大师兄，以后就让铁头跟着咱们一起吧。咱们自己都快顾不上了，你说再加上他，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？再说了，他们也不吃闲饭。这一个孩子孤苦伶仃的，你让他往后咋活呀？大师兄，你就留下铁头吧。大师兄，你就让他留下吧。好吧，留下来吧。不哭了啊，不哭。一巧二丫，收拾好没有？好了，把人都给我撒出去，去找龙战海。好。你们都别动，给我留着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多谢。拿一个。来，这个说。来，你来我这家看看。看错了。哎，迈步了。二丫姐，他长啥样啊？要是大耳朵见过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他长得……哎，那天跟日本人比试，你在不？在，我亲眼看着侯师傅被人给捅死的。就是他。啊？他？那我见过他，大耳朵也见过。你在哪儿见过？那天卖大耳朵的时候，他还给了我一张大钱呢。他有那么好心吗？真的，我还当他是好人呢。雨伞，两位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慢走，尼迪，什么地干活？这里只招待日本人和西洋人，尼迪，快快点出去。你们日本人是狗啊，上来就咬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这是我的旅店。这是中国的地盘，我不欢迎你。你得快快地出去。我他娘的还不稀罕你呢。你这住着大河班吗？带着两个汽车那个。我的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那我自己找。哎，你的不行。说不说？你
说，我说。大河坂真的没有。哪个老鼠洞里去了？师妹，先别找了，要不然咱先把师父的遗骨送回仙人铺吧。就这么回去，我没脸见仙人铺的人。太太，少爷又没吃。哎呀，我说大宝啊，你闲着没事在墙上划这么多鸡干嘛呀？糟蹋了墙，娘不心疼；糟蹋了自己的身子，娘可不答应啊。娘，啥眼神啊？这咋是鸡呢？这是凤凰。凤凰。还是像鸡，鸡有这么长的尾巴吗？哎呦，尾巴是挺长的，像野鸡。我说凤凰就凤凰，哼！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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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凤凰，凤凰，这我儿子画的，它就是凤凰啊！我儿子说啥就是啥。哎，乖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嗯，跟娘说说吧，看上谁家的闺女了？嗯，娘，你咋知道的？还真是啊！哎呦，我这傻儿子终于开窍了，快跟娘说说是谁家的闺女啊？是，你先别说，娘这么聪明，让娘猜猜啊。是不是玉龙池家的千金白玉镯？就那些啊，白给我都不要。哦，好，是吧？好，不要不要，咱不要啊！哎呀，娘忘了，那姑娘眼神啊，她是不太好。那就是德胜龙钱庄的于小姐。哎呀，娘，您说的都些庸脂俗粉，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。你再猜，哎呀，再猜啊！大户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，那就是小户人家的呗。哎，四海客栈钱掌柜家的。行了，娘，你也甭猜了，你也猜不着。我喜欢的姑娘，不是人。啥？不是人？是仙女。嗯。天上的仙女，儿子，那可太高了，咱也够不着啊。娘，下凡了。下凡了？啊，那他落哪儿了呀？就落咱保定了吧。你弄了半天还是保定的姑娘不是？快说，是哪家的大家闺秀啊？娘给你提亲去。嗯，她叫凤姑。哦，凤姑啊，没听说过。他姓啥？他姓侯，叫侯凤姑，是华勇班侯长胜的千金，那鞭子甩的，啪啪，指哪儿打哪儿。行了，娘知道了，你看上的不就是那个走江湖练杂耍的野丫头吗？什么野丫头啊？那可是我的仙女。你，娘，我都打听好了，
他就住在水帘胡同，你赶紧派人提亲去吧。哎呀，可去呀，可去呀，大宝，你快去呀，你别着急，你听娘跟你说，如果你看上的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啊，千金大小姐，娘啥也不说，也不求人，立马给你提亲去。可是你这娘做不了主啊。大宝啊，你想你爹那儿，娘也不敢，还是你自己去说吧，啊，自己说去。娘啊，爹那我不敢去，我怕我爹打我。娘，求你了，你去一趟吧啊！求我也没用，真的，娘做不了这个主。嘿，合适半天你什么也不管啊？那行，饭我也不吃了，你赶紧走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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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这，哎，我，那你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去，娘去还不行吗？娘，还是娘疼我。讨厌。瞧你那脏样，走吧。哎呀，娘，走走走，娘非得让你害死不可。闭嘴！我崇家大门大户的，拿出银子来能盖出半个保定府，什么样的千金小姐我娶不回来？你偏偏看上那个跑江湖的穷酸丫头。爹，你不明白，我那凤姑呵呵呵威风着呢。放屁！丢不起这个人，献不起这个眼，我丢得起眼。嘿，你开赌场放高利贷出老千，你就不丢人现眼了？你我哎呦，老爷子，去去什么去呀？我已经生气了。大宝，你快跑！娘，你让我爹打。你要真敢打我，我就让你家断了后。我崇家就是断了后，我也不要你这个败家子儿啊！我打死你，我宁可断子绝孙，我也不留你这个混账货。你还真敢打我是吧？你快跑啊！行，你把话记住了，我真让你们家断子绝孙。我你，哎呦，老爷子，你快跑！东西，大宝，你就等着吧，你就等着哭吧，你。哎呦，老爷！哎呦，哎呦，我得快追去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我！你！这老东西！起来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我瞧瞧，老爷，老爷呀！哎呦，你快去救救你儿子吧，他上吊了！这个孽障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嚎了，叫人呢，抬杠子！是是是，老爷，那行了，别嚎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快点吧！快快快快快点！
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大宝，大宝啊，大宝，撞，干，谁要是撞，我就蹬腿了，撞，撞开。都别问，小兔崽，你给我下来！我不。哎，少爷，爹，你今儿要不让我娶个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玩这套，你还嫩点儿，把少爷给我摘下来！别问，我等等等等等我，我去你的！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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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不能死啊！不结实，没死成，没出息！哎呦，少爷，儿子，我都要死了，你还敢踢我？行。我跳脚去，我！哎，少爷，哎呀，哎呀，孽障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胡闹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国家出事儿了！啥？国家能出啥事儿啊？日本人已经宣战，现在正打北平呢！你蒙蒙我！日本人凭啥打咱们呀？少爷，日本人的枪炮厉害，眨巴眼儿的功夫就能打到保定府。老爷，你这万贯家财，那些铺子、钱庄、赌场，还有几处大宅院，这个咋办呀？你得想个法子呀，老爷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没有？命都保不住了，别说你的凤姑，咱们全家的命都得玩完。娘，你让我爹放我走吧，我得去找凤姑啊。爹，少爷，爹，少爷，少爷，放开我！少爷，少爷，放了我！别这样，爹，少爷，少爷，我求求你。我得去找凤姑，她要走了，我去哪儿找她呀？国难当头，命都难保，你还在这做梦娶媳妇儿？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！喂，爹，爹，我求走，宝儿，娘，宝儿，娘，我求你了，娘，娘，老爷，爹，你少爷，少爷，都怪我！来，本局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了。好，这几天连日劳顿，辛苦了。我们大家一起敬本主一杯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以茶代酒。来，班主，好消息，帝国的军队已经攻占北平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为了南日本皇军的胜利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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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班主，战争已经爆发，是时候消灭华永奔了吧？不，崔叶军，你忘记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谁吗？龙战海的存在，对天使计划来说，始终是个威胁。如果消灭了华永奔，你打算拿什么来引龙战海？可是龙战海一直没有露面。他是不是已经离开保定，返回仙人铺了？如果他返回仙人铺的话，那反倒正好是自投罗网。刀骑中队已经迅速赶往那里，过不了几天，仙人铺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人区。哟西，为神战干杯！为天使计划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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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了不让你再来了吗？我来找冯老爷子，
向他道谢来了。哎，东家，这麻风病又来了。是你？您是冯老爷子？正是老朽。冯老爷子，多谢您的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。全好了。哎，多亏您这酒。酒是百药之王，这话一点不假。那您再给我灌一壶，我身上痒的时候啊，赶紧喝两口。咱这儿别的没有，酒管够。哎，明山，灌上。啊！听明山说，你也是仙人铺的？仙人铺咏春班的，我叫龙占海。哦，怪不得看着有点面熟呢。那你是王咏春的大徒弟？哦，前些年的时候，在国剧园，我还偷摸瞅过您两眼。王班主还好吧？我师父他故去了。啥？死了？咋死的？鬼子的鬼气毒死的。鬼气儿？请随我到寒舍。哦，谢谢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！中华民族团结起来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坚决不从，不从！坚决不从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我都看出来了，那天在国际园，你对日本人那是下手凶狠，招招透着杀气。可对华永班，只是招架，绝无伤害之意。冯老爷，您真是明眼人，比凤姑、刘奎他们强多了。那些个傻蛋把我当成仇人，我咋说也不行，急死我了。别往心里去啊，请进。来来来来，进来，请坐。哎，站着干嘛呀？快坐下。到我这儿千万别客气啊。你娘说的对呀。保住最后这个华永班是大事，不能让你们仙人铺的这点好玩意儿绝了根儿啊！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他们，他们就是榆木疙瘩不开窍，没法儿啊！你们双方历来是对头，也难怪他们不信呐。冯老爷，我心里边急啊，我娘我媳妇都着了鬼气儿，儿子刚落生，也不知道咋样了。你想回去？不走不行，我心里边不踏实。你回去看看也好。见着华永班，我给你过个话。那感情好。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离大河班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这个大河班为什么要杀人？而且还是用鬼气儿，斩尽杀绝，不明摆着吗？绝了仙人铺，他们日本杂耍就是天下第一，为啥争一万呢？不就是争头份吗？恐怕没那么简单呐。那您说为啥？